Hello， 查米，我龙爷，一只，今天半夜睡不着觉，来一个鬼跟一下，真的一定要给他跟一下。对啊，好久没看到菜刀那种东西。厨房看得到，厨房看得到，一只，我一根，跟，对 ，OK 吗 ？OK， 然后就是。我们还有就是拿了一些维根的专用的饵，来测试看看。OK OK， Let's go。久违的阿金谷了，阿金谷，好，这次打个广告，抓到新的杆子。你这是溪流的？对啊，溪流的。这就是讲究细腻的，你要锻炼你的食指，让它去抖你的杆，这样动作才细。我现在不是用食指在抖吗？看，是不是？菜刀吗？细腻的手指，是不是？哦，查米率先开壶。这个是菜刀吗？对，这是菜刀。那这次的刀名是什么？还要再请吗？还要再请？不要，好烦哦。菜刀比较大哎。对，嗯，是因为冬天比较大。啪啪啪啪啪啪。哦，黄金十指。黄金十指，要比起来吗？哦，原来是两根啊！爬了吧？哦，有了！哇，小小的，超级小菜刀，小菜刀，菜刀，这怎么飞起来了？小菜刀 ，OK， 吧，啪啪啪！我们这次用这个的钩。它的阻力会比较少一点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来选一个比较适合的颜色。你觉得哪一个颜色比较好咬？我觉得啊，个人很爱这个。那我们这个好了。哦，这个你说带红点点的吗？对对，红点点。对，我是红点点这一派的。这是什么虫啊？它专门钓阿金谷的。Microworm。对，专门钓阿金谷，比较小的，微物。微物微虫。阿金虫。我整个都往上看了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什么？可以。好，我们就叫它 HR 金虫好了。来实测吧。对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最后一边长这样子。HR 金虫。然后我们把它套到底。这边龙野之前也有讲过，我们把这个套要拉到底，不要让它空隙。有了，哎，哦，啊，金虫，啊，金虫，哦，这个杆这个弧度，这个也太软了吧？大，哎，好像这真的大，啊，金虫喜欢养呢。哇，这只好肥哦。太棒！好久不见的豚豚，他也会把虫咬烂。叫他千万不要这么冲动，好不好？豚豚给我，豚豚给我，豚豚，你把它当成海中的狗物。哎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好了，耶，豚豚，豚豚回家了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换，龙野换什么颜色？我还在绑线。它刚松绿色嘛，好，我们就用这个，我们先换这颜色，粉红色，粉红色试试看。哦，有了，哦，对不对？有了，它像砖。哦，天竺雕，天竺雕，对啊，这次使用的是粉红色的金，对 ，HR 软，不对 ，H， 啊，金虫 ，HR 软，不对 ，HR 软，维根用，维根用软，金虫，啊，金虫。吃的很小，所以我要小心帮他解。好，来 ，OK， 捏住头，绑个环扣，用力一蹬，拜拜，拜拜，哇，三步骤，小鱼三步骤，好咬哦，我不知道这个卵虫这么咬，一样，然后检查一下尾巴有没有断掉，啊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抖抖，这就是在吸引鱼的地方。你看它是每秒是用24444次的震动，你要震动你，这直接丢下去，水都会拿。现在发现了大东西在下面，走，出现，哇，哦。
菜刀，大菜刀，菜刀，哇，这个阿金虫超猛的，下去咬，咬，哇，阿金虫，哇，夹起来，全部鲤鱼在追啊，哦，下去了，看我们在抓了。看到我，看到这个枪很大，哇！啪啪啪啪！哇，这真的好大！哇！哦，有！哇，这个有！哇哇！这枪刀是怎么回事？哇，这么咬！再一把，再一把！哇，这虫也太猛了吧！这边菜刀比较饿。对，这样。有！哇，菜刀连发，菜刀连发，哇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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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，好多把，一把接着一把，菜刀把，菜刀把，哇哇，好凶哦，菜刀也太凶了吧，哇，有了哦，哦，菜刀。说仔，先说，超酷的，小金说 ，OK， 拜拜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悠闲的玩菜刀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哦，有人是不是？招牌姿势出现了。好，扛起来了。哎，菜刀，菜刀。耶！换那个，爸爸爸，黑色的阿金虫，赞，可是好力的，好有力，是不是？哦，很抖，大刀是不是？还是什么？大刀，啊，又是大刀，什么大刀？哇，真的很冲！来，我们的招牌姿势又出现了。哎，老凹的很凹，是好凹哎！哦，转，结果转，大刀啊！大刀，瞬间凉掉，瞬间凉掉，耶，赞，哇，这只很大哎，对啊，哇，这只很不错，肥刀，哇，叭叭叭，有了，终于，哇，好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